是一位法师，明经好识，就是因为托钵供养，你看这个不好吃的东西心里有点难过，他没有成正果，他躲在畜生道，因为明经他有智慧，所以这个妙神龙王很灵，灵感，那么他又喜欢布施，所以他的福报很大，一千里这个范围之内，人家都来拜他，所以香火鼎盛，这香火鼎盛喜欢布施，所以你就想的这一点点的成慧，就造这个果报。所以不可以有分别心不可以执着修行在哪里修呢？就在这个我们常讲日常生活起居里头把自己贪嗔痴慢的这个念头断掉修忍辱不好吃的也吃慢慢吃成习惯了就好了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人要平等，对事要平等，对着一切事物也要平等由于念分别心就不平等了所以这就错了这古圣先贤做出这些样子给我们看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智慧福报德行跟共听湖的龙王比一比能不能超过他如果不能超过他的话那我们将来的受的苦难就更苦了比他不如所以这个因果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第四供法师的菜是不是以地藏经所说的方法去做可以这一般最重要的我们恭恭敬敬替法师做这东西最重要是卫生这个要顾到就是要干净菜要菜水蔬菜要新鲜要干净这挺重要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近年被网络游戏所毒害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弟子想个方法是编一套网络游戏内容是做了好事就能闯关得胜譬如把十善业和修持的方法作为选项玩者通过正确选项进入下一关希望以善巧方便让更多的青少年认识佛法不知这个想法是否妥善能否请老法师讲经时倡导这个方法古人有古人用游戏的方法叫选佛图选佛图是用什么方法就用从前的升官图我们小时候玩这个现在好像现在玩这个电子游戏机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东西玩的时候玩升官图升官图掷色子掷多少点呢你就走多少点走到有好像有一个贪赃枉法的时候就降级就回头了做了好事的时候就升官升官图所以有佛门的大概是法师出家人做的叫选佛图就是从修行这个慢慢的就是正果修行正果最后的到最高的位置就是佛陀有菩萨有罗汉这是一阶一阶的那个很有趣味所以古人已经有那么要想把这个佛门这些故事东西编成戏剧也有我们大藏经里面就有一个剧本评剧剧本里面故事内容是净土宗的三个祖师那个书的名字叫归元经我们过去也印过单行本还有插图的归元经它里面第一个是讲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个呢是永明延寿
第三个是莲池大师，搬到舞台上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想，《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善财，要把它变成连续剧，那很吸引人，是可以这样做法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动画。那中国这个水墨动画那是高度的艺术，如果能够把佛经里面这些故事的学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了，当然是一般人更喜爱了，我相信这个电视也欢喜播这种节目。第四，这如何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用什么方法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现在我们的这个汤池文化教育中心呢，是交给北京一个友诚基金会他们去接办，我相信呢他们将来办得会更好。像这些问题如何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最好到那边去参观。很多人现在参观的人每一天都超过100多人，就是外地专门到这边参观来学习的。有很多人在那边学习的时候时间达到1个月。学习5天到1个星期的是非常之多。所以能到那边去看看，亲身去体验，那就不一样，感受完全不同。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哪个行业，你去都会有很好的感受。底下说如何才能发起孝亲尊师之心。第六题，如何才能发起感恩之心？第七题，如何才能发起忏悔之心？这几个问题，你到汤池去参观，全解决了。讲非常困难，一定要做给人看，他才知道。所以我们汤池这个虽然时间不长才一年。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呢，确实产生效果。我们在过去没有这个念头之前，我们总是口头文字宣扬，但是收不到效果。我们是被联合国的朋友们会后的时候问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但是那是理论，那个做不到那是理想，不是事实这逼着我们才真干呢。干出来之后他们心动了所以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的各个的这个诸会代表就是大师副大师都有意思去参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接待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他们那边总共是有192个国家代表慢慢的我想呢我们分批最近第一批可能有30个30到50个去看我们是希望将来能够有几个梯次他们通通都能来看然后联合国会很重视这种做法不要再开会了，这个开会劳民伤财所以我鼓励大家来看看了之后你就晓得一定是用办班教学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办班教学头一个条件呢就是老师要非常认真